好，欢迎来到艺术闪亮亮。大家知道今天要画什么吗？我们赶快开始吧。今天我们来画一个小幽灵。首先我们来画它的眼睛，然后是它的嘴哈，然后是一个小帽子，接下来是它的身体。它手上拿着一个魔法棒，我们来把线描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涂腮红，腮红是红色的 red， 然后再把它的帽子画一下，帽子是黑色的 black。 然后再画一下魔法棒，魔法棒上的星星是黄色的 yellow。这样一来就画好了。好，今天的动画就到这里啦。大家喜欢今天的画吗？喜欢我们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点赞收藏哦。再见 ，See you next time。